长期担任性平会委员的黄淑英，她近期告诉人家说，代孕哈是觊觎别人的子宫。行政院的性平会那也长期聘了这几位态度偏激、心理变态的委员呢？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总咨询时大动肝火，怒斥前立委黄淑英心理变态，两人对代理孕母合法化的意见相左，论战三十年，这把火一路烧进立法院。代孕就是要觊觎别人的子宫哈。对病人，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吗？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去阻挡，好，在性平会阻挡哈？那他不是心理变态是什么？说我说觊觎这个事情，就是塞脏东西到我的嘴里面，我根本没有说过那个话。伊要讲什么物件，除非伊家讲有证据提出来给我看。说我长期把持性平会，性平委员那么多，大家都是笨蛋，让我把持。黄淑英驳斥陈昭姿的指控，也强调并非对方口中的心系大佬，双方都说忍对方言语霸凌很久了。我长期以来是一再吞忍他对我的直接侮辱啊，结果我说你不能生，为什么你不去收养孩子？我收养孩子啦，二三十年的每一场公听会都是他在羞辱我，而我是忍着，因为我必须把话讲清楚，我背后有几千名，不断的一直在攻击。在质询的时候不可以去对这个恶意的人身攻击或什么的，那院长他看到这个情形，他事实上是可以处理的，会去拜会那个韩院长给大家一个交代了。黄淑英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公道，民进党立委黄捷也指控陈昭姿歧视同志。我主张平权，我甚至单身还有同志，男同志我都包含在我的版本里面。我要强调的，我的法案是最完整的法案。我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有需求，就要给他得到满足。用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歧视不同的族群，包括同志，包括单身女性，其实都没有任何帮助。帮彼此想想办法。这才是在这一题上面应有的态度。代孕法案得兼顾不孕症患者生育权、孕母权益，还有社会伦理等问题。相关草案预计十一月底会送到行政院，届时势必再引发热议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